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题。这个题目主要利用到的观念是贝氏定理。题目这里提到，这种紧挂式的小风扇，产地标示台湾的有40%，而标示台湾的风扇里面有50% 是白色的，所以产地标示台湾，而且是白色的有0.4乘以0.5，产地标示越南的也是40%。这其中又有60% 是白色的，所以标示越南而且是白色的有0.4乘以0.6，而标示大陆的有20%，这其中有70% 是白色的，所以标示大陆而且是白色的有0.2乘以0.7，而分子放的0.4乘以0.5就是白色而且标示台湾的几率。那这个式子会等于0.2加0.24加0.14分之0.2，会等于0.58分之0.2，化简等于29分之10，将它化成小数，我们可以知道它大约是0.34，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我们要选4。